师傅啊，揸就去紧啲跟近人嗰度噶啦。好，女王嘅计划唔知得唔得噶啦？啲跟近系唔容易被人说服噶，但系我哋又唔可以出手帮女王陛下。师傅啊，我咁同你讲嘢好对唔住啊，其实我唔应该理嗰个细路仔嘅事嘅。你话我可以考试，其实我真系好开心噶。你真系一个好徒弟，好表运。而且你比我呢个师傅聪明得多，你将来一定会是一个伟大的 Jedi。